新发现，一起来八卦！欢迎收看《一起来八卦》。您的点赞、订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从互联网世界蔓延到现实商业世界的二二七事件中，某知名两性大 V 的发声获得了四百多万的转赞评，其核心观点“偶像集体失声”引发无数网友共鸣。当代偶像确实是集体失声的群体，流量越大，自我声音越小，和消失在朋友圈的普通人一样，偶像明星们的真我消失在微博。 明星的个人微博早已成为一个官方宣传平台，看不到明星丝毫的真实情绪。所以，对于依然把微博当社交媒体、敢分享生活、表达态度的明星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比如，大小 A 四这对综艺界经久不衰的人气姐妹花，疫情期间，大 A 四和小 A 四姐妹同心，不仅和其他多位台湾艺人捐款缺口罩支援武汉，还正面刚怼对大陆实行口罩出口禁令的台湾当局。 正义言行遭到汪汪网友抵制，却赢得国内一片点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 A 四发声其实是和汪小菲日常的夫妻互动。这对明星模范夫妻从结婚时不被外界看好，到今天走过九年愈发恩爱。他们在公众面前从来都是夫妻一体、同心合力的佳偶良配形象。相形之下，同样嫁入豪门的小 A 四显得形单影只。比起富唱富随。 愿意和明星妻子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连襟汪小菲、小 S 的老公徐亚军，低调的几乎没有存在感。开放前卫的小 S 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，在舞台上巅峰搞笑、光鲜亮丽。然而，在繁华舞台的背后，却背负婚姻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。今年四十出头的她，却是一个已有三个女孩的中年妇女。丈夫徐亚军家世显赫，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设计系。 现从事金融股票操作行业，她长得仪表堂堂，跟当红的小 S 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有钱就任性，似乎适用于每一个纨绔子弟。网络上每次爆出丈夫出轨或将夜店妹子带回家的消息，她在公众面前却极力掩饰。我相信我的老公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且那不是什么敏感的场所，那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。难不成以后都要出现在幼儿园才不会被你再误会吗？徐亚军不知名争议人物，著名台湾女星小 S 的丈夫，未来超模潜力新二。 代许希文的父亲，百科上集主要成就为和小 A 四是社交圈众人瞩目的名人夫妻档，入选丧偶榜、花心榜、坑老婆榜等多个负面榜单。这个名字在小 A 四十五年的婚龄中，常存在于 A 四单方面秀恩爱、晒幸福的微博中。 基本不起作用，甚至时不时还产生副作用。虽然小 S 极力证明老公很爱她，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但外界普遍认为小 S 婚姻不幸，太过卑微。一边是小 S 的自我麻痹式幸福，一边是无数吃瓜群众恨不得抓住他的肩膀死命摇。你清醒一点，小 S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婚姻不值得。二零一九年的最后一天，小 S 被肖央催眠，痛哭上了热搜。婴儿、老人，还有很多手跟肢体，还有很多黑影在我面前晃。 我现在很害怕，小 A 一边叙述一边摇头摆手，表情逐渐失控，落泪，说自己走不出去了，不想走时，情绪崩溃达到了极点。小央安抚小 A 四，让他坐下来歇一歇，平复心情，引导他最终走到了有树和草和粉红色光的地方。紧皱的眉头，颤抖的睫毛，滚落的泪水，小 A 四的痛苦让观者无不揪心，很多爱他的粉丝直呼心疼，评论区却出现了不少质疑声，质疑他是不是作假演戏，夸他演技好，还分他做影后。 催眠这种心理玄学的事情，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敢瞎说。不排除小 S 为了节目效果演了一把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小 S 的演技确实担得起影后荣耀。在贡献了神级演技后，小 S 又发了一篇知足体感慨，安慰自己四十一岁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大赞公婆对她超级爱，老公对她超级好。但看到她虽然微笑却难掩疲惫的脸，联系到不久前的催眠即兴表演和去年徐亚君夜店撩妹新闻，她晒的这种幸福真的很难让人幸福。去年七月，徐亚君又双叒。 爆出负面新闻，被台媒拍到深夜走出夜店，和两名辣妹一同称网约车离开。随后再爆料，徐亚军一直私下。 资助年轻美眉，还积极联系给美眉提供工作机会。YY 媒体大赞时，充满大爱和公益暖流。老婆辛辛苦苦录综艺赚钱养家，老公有闲钱资助美眉。网友纷纷为小 S 打抱不平，不少网友还跑到大 S 和汪小菲微博下，让姐姐出来履行当初小 S 结婚时放下的狠话：如果徐亚军不好好对小 S，要找人打断他的腿。无数网友等着看小 S 的反应，但小 S 情理之外，却意料之中的再一次轻描淡写，用都是朋友帮老公无力缓尊。 随后还放出了一家五口去上海迪士尼的照片，单方面证明幸福的样子，让人又心疼又无奈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始终是一个已婚而保守的中年妇女的正常反应。因为她深深的知道，外界负面舆论不但无助于维持她婚姻的稳定，甚至对她的婚姻生活及自己的演艺生涯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。在她对外平静的表象下，暗藏的是一颗支离破碎的心。除了在外闹绯闻外， 徐二军前几年涉嫌欺诈、内线交易等，更是连带着小 A 四也深陷舆论漩涡之中。这些年来，每次面对老公在外的绯闻与争议，总是他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。为了帮许家添个男丁，为了调理体质，他不惜吃壁虎和蜥蜴，把自己四十五公斤的体重，刻余的降到了四十三公斤。还有，当他早期参加某节目。 当被问到在徐亚军婚姻中是否有家暴时，他只轻描淡写的也承认只有两次而已，并坦言又觉得累过，没有真的想要离婚，但是又想要分居。从以上可以看出，他在自己婚姻生活中隐藏着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，是过度透支、费尽全力而得不到的失望。但是每到夜深人静、喝醉酒做直播的时候，就喜欢对着镜头哭。但是每次酒醒之后，又解释说是自己的情绪发泄，与家庭无关。一个人最在乎的往往是他的软肋。都说一个女人过得幸福与否，从脸上就能看出。 出来。虽然生活是冷暖自知，旁人无法知道实际温度，但一个人的状态能传达出生活是冷还是暖。小 S 自称自己有铁齿不认账的毛病，意思就是经常立 flag，又立马自打自脸。比如结婚这件事上，明明说过自己绝对不会和爱去夜店和爱穿紧身衣的男人在一起，就又和两条多重的徐亚军结了婚。结婚之后，徐亚军多次被曝流连夜店和辣妹暧昧搂抱，十万万八卦小报上的常客。而美光灯每一次对准公众人物小 S，她独自为老公澄清。 把她不是很爱去夜店，只是朋友多的说辞都用烂了。她的婚姻似乎陷入了老公惹事，她成亲的死循环。大小 A 四是风格与性格相反的姐妹，大四看似柔弱淑女，骨子里却极有主见，豪横而利落；小 A 四常以性感大胆、泼辣犀利示人，其实骨子里却身种不安和自卑。有传统的贤良淑德。一三年，徐亚军投资胖达人面包店，小 A 四不遗余力为老公宣传，站台助威。不久后，胖达人被爆出违规添加人工香料，涉嫌欺诈。 引起民众强烈反感，身为代言人的小 S 成为众矢之的，在康熙现场。 韩磊鞠躬道歉，憔悴暴瘦，还有坊间一直盛传的家暴传言。小 S 不止一次被发现面部淤青，可是每一次她都自己出来澄清，不是说在浴室摔倒，就是骑车摔倒。但直播时小女儿无意间的一句“妈妈这里还疼吗？让爸爸打坏了吧”，让小 S 措手不及。关直播以及小女儿过生日时许下三姐妹永远都不要结婚的愿望，足以让小 S 努力维系的幸福人妻的形象瞬间破功。永远站在前面澄清，而夫家怨气还很大。 抱怨，因为他是公众人物，家人被媒体关注乱写一句，就是因为你让他躲进厕所痛哭。从康熙下岗后，小 S 身上的疲惫感越来越重。 失眠痛哭大醉，丧的几要素他都集齐了。一六年生日，小 S 失眠，顶着一张生无可恋的脸发自拍。一七年生日，姐姐大 S 为她精心策划了生日会，姐夫汪小菲专门发微博为她庆生。亲朋好友悉数到场，唯独不见老公徐亚军。热闹散尽后，喝了醉醺醺的小 S 发自拍视频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不停爆粗口，让措手不及的粉丝和网友心疼无比，痛哭流涕，感谢妈妈、姐妹、亲人和喜欢她的陌生人。 卑微无比的一连说了三次，我何德何能让你们爱我？却只字不提许,许亚军这个状态，在吃瓜福尔摩斯们的眼里，已经是比开发布会承认还真的实锤了。某综艺中被直藏子宋佳点破，他一点都不爱自己，又被戳中，眼泪连连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小 S 晒出的家庭聚会照片中，几乎找不到许亚军的影子。可说是因为事业受挫，可以说是人到中年多愁善感，可以说是因为原生家庭导致的性格使然。但是什么触发了鬼马精灵变成丧气妇女的机制？ 不舒适的婚姻一定脱不了干系。小 S 是不可多得的真实感明星，明星的壁垒呀、啊、人设啊、神秘感啊、形象包袱啊，在这里通通没有。他的阶级距离离大众很远，但生活距离却让人倍感亲切。他是会爆粗口、会弟子，会撕叉、会八卦、会吐槽，真情实感、鲜活生动的一个人。这样鲜明丰富的人，撕去了明星光环下的所有包装，连万万当局都敢正直露怼，却唯独在婚姻一事上苦心维护人设。婚姻不值得，且行且珍惜。 S 小 S 终究成了那个最让人揪心的人。